今日是3月27日，即是农历闰二月初六。今日最啱祭祀入学和素社。古代的入学是指拜师学艺的第一日。不过其实现代学校开学日是跟政府规定大家都要遵守的，所以都不需要特别迁就。不过如果是自己上兴趣班，今日就是好日子啦。而今日最旺的生肖就是龙啦，因为他们今日脑筋转数快，做事效率高，势如破竹，事业会劲旺啊。至于属鼠的朋友就有逢凶化吉的运气，可以说是遇到麻烦都没有怕。属鼠的张志恒就真的解决到大麻烦，跟老婆慢慢和好如初，在条街上互相喂来喂去 sweet 到呢，还一家人去碌铃，相信一定会越来越好。今次再考大家香港地理题，到底以下哪个地方是真正存在的呢？A 牛过路， B 狗落坑， C 羊落水。 B 啲牵士里是位于西贡西郊野公园入面的，即刻想下啦。答案是 A 牛过路啊，话唔定你去过㗎，听日再见啦，拜拜。